感冒了，我的头好痛啊！阿奇，阿奇，阿奇，头好痛啊！咦，这不是大梦吗？我过来找他们玩。哎，贝利亚，你们在干嘛呢？你在这里玩啊？我让我跟你们玩一下嘛。可以啊。阿奇，阿奇，迪迦，你感冒了？你离我们远一点，离我们远一点，你待会传染给我们了，我们有感冒的，快离我们远一点。贝利亚，我没有啊，能不能让我跟你们一起玩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走，待会儿就传染给我们。贝利亚，你们都不愿意跟我玩了吗？小朋友，你们还愿意跟我玩吗？阿奇，头好痛哦，太无聊了，我去找赛罗他们玩。哎，赛罗，你在这里干嘛呢？我们在这里玩哦。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？赛罗，你过来，我跟你交流传一个事情。你要感冒了？什么？你感冒了？都离我们远一点啊！离我们远一点，我怕你会传染给我们，我们也感冒了。你离我们远一点，迪迦，离我们远一点，快走！快走，大家快走！要跟迪迦玩，你要感冒了，会传染给我们的。赛罗，难道你嫌弃我了吗？小朋友们，你们也嫌弃我了吗？都不愿意跟迪迦玩了吗？看来我还是回光之国吧。